这谁呀？这是啊！哎，来了！你看大哥，你这人哎，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我给你卖房子这个事儿，对你女儿、儿子要隐瞒吗？是啊，我是让你隐瞒了，倒没让你野蛮呢。这家把我扒了的。我这不是本着认真负责吗？多小心谨慎呢。哎，对了，那你来了呢？就你们那个，还有个中介的，就房屋中介那个小盛咋没来呢？今天。咱俩就背着他把这事儿就干了。干啥呀？坐着。啊？妈，这咋还脱衣服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大哥正经人呢，大哥是。你别掏，怎么还掏出掏？合同，大哥，你就把你家房子这个独家代理权就给我们中介呗，行不？是，咱不能这么干呐，人家那个中介小盛，这我跟你签了，这不公平吗？对他呀。大哥，就他们那个中介公司根本不行。以前吧，就有一个大姐着急卖房子给她老伴儿看病，结果等她房子卖出去的时候，嗯，她老伴儿已经进那个小盒里了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大姐现在是单身，是吧？大哥，你这啥脑回路啊？说明她房子卖得慢呢。所以说，你就把这房子交给我。只要你把房子交给我们中介卖，你放心，大哥，我肯定让你在闭眼睛之前房子出手。这就交给你了。真的，大哥？嗯。那个，这肯定能帮我卖出去，是不是？对呀，但是价也得高啊。这你肯定放心呢。我们中介公司绝对比他们那个公司卖的价钱高。那行了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哎呀妈，谢谢大哥啊！但是啥呢？但是咱事先说那个事儿呢，我跟你说啊，不能失效，就这事儿，不能告诉我女儿和告诉我儿子。那你放心吧，但你说这么大个事儿，你不告诉孩子们，那能行吗？我是他爹，跟他商量啥呀？要凭啥让我当爹？哎呦我，大哥你霸气呀！放心吧，拿捏得死死的。大哥，我给点赞。哎呦，爸！你妈呀！我女儿和儿子咋回来了呢？大哥，你霸气呢？那就我现在快漏气了，拿捏他。不能呢，指不定谁拿捏谁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。他俩进的，你千万不能说你是中介，听见没有？那我是谁呀？你就说你，把衣服穿上吧。爸，啊，那怎么的呢？那还爸，这么着急呢？我俩回来的不太是时候吧？我就说提前回来打个电话嘛。走，你回来。不，你俩不说不回来了吗？这咋又回来了呢？你说你，我这不啊？琢磨过小年了吗？特意跟公司请的假，想给你个惊喜。对，爸，啊，我俩呢想给你个惊喜，但是万万没想到你给我俩一个惊喜，这谁呀？我，舞伴儿。哎，对，我还听说你喜欢跳舞啊。你刚学嘛，这不是吗？这就对了，哎，爸，我妈走的早，你其实呢，你早就应该，你得那个敞开心扉，对，你得支棱起来呀，对，这支棱，对吧？也对哈，爸。嗯。我们还没见过你跳舞呢，要不你给我们跳一段？不是，不，这不好吧？这有啥不好的？来一段，来，爸，来，不好啊！不是我说不好啊，我大说，哥。哎呀，来一个。我说，咱俩不都刚学吗？你这，大哥，你说我这我老热了啊！这不是我真不会呀，大哥，我这没学会，你整那两步，我这千万别露馅儿啊！来，到这当，到这当。当当当当当！哎呦我哎，去！大哥，我为了挣点钱，我太不容易了，脑瓜晃嗡嗡的啊！大妹，你得挺住啊！大妹子不行，啊，大哥，你得别往近，别露馅，别露馅。那啥，我血压高，我当当，
当当当当当当！我的妈，大哥呀！哎呀，哎，哎，大哥呀！不是，大妹没事吧？大妹子，出手太狠了啊！我也看出来了，那啥，大哥让我歇会儿，累哈、啊。是，那个你歇好了吧？叫我回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行。不是，大哥啊，我要是走了，你不能找别人吧？大哥不那人。主要是我不放心呐。咋的？就太多人盯着你这块肥肉了。看到没？咱爸多抢手啊！哎呀妈呀，没想到啊！爸，人家都这样了，你让人家走啥呀？阿姨，你留我家吃饭，咱一起包饺子。不行，你还是回去吧，我怕你露馅。我包饺子从来不露馅，大哥，老结实了。阿姨，快请坐。来来来，阿姨，来大哥坐着吧，来。哎呀，坐着。爸，你也坐。啊，好。还真热情。阿姨，喝点水。不是，叫姐就行，显老。那不差辈了吗？姐，你多大了？我46，比我爸小8岁呢。看到没？还是我爸能力强。必须的嘛。嗯，那阿姨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我呀，我是中。哎，你是中。中间商对不对？赚差价。没事，只要不是奸商就行。那姨现在家里几口人啊？离了就自己。啊，挺好。那阿姨，您对找对象有什么要求？我这人要求可低了，有房有车，长得带劲就行。那你看我爸怎么样？老刘大哥，那还说啥了？这除了脑瓜大点儿，眼睛小点儿，没啥毛病哈。那你跟我说我还剩啥了吧？现在倒也没剩啥了，剩下的都没用。我爸有房有车。对呀，我要不差你爸这房子，我能坐这儿吗？你可别说了，你。哎呀，现在唠这么明白都也行。咱爸这条件，人家要啥咱得给啥。不对呀，那咋能要啥给啥呢？啊，大哥，我才反应过来呀。咋的？你这儿子和女儿是不是撮合咱俩呢？这一步一步的，大哥，你是不是给我下套了？你为了得到我，你可是煞费苦心呐！我给你下套了。如果你要实在不相信我，咱俩就进屋把这协议签了，行不行？那行，那行。那啥，我俩进屋有点事儿啊，一会儿马上就完事儿啊。行。哎，爸，我俩还在这儿呢，干啥呀？来了。谁呀？刘大哥，他也在这呢。我在这咋的？不行啊！哎，不是，俩孩子也在家呢。那今天啥日子？怎么这俩赶一块儿啊？大哥啊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？就是这事儿不得背着点孩子吗？那个大妹子，你等会儿。嗯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不是趁着我不在，想偷摸的搞定刘大哥？你猜对了，已经搞定了。你回去吧。我回去干啥呀？只要你们俩的手续没办，我就有机会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是个三角关系啊。我们俩算啥呀？外边还有一大堆人，那都惦记你爸呢，是吧，刘大哥？这话他说对了。哎呀妈，大妹子，你可别瞎说了。不是，咱事先不定好了吗？这事儿不让我女儿和儿子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只要他俩知道了，咱们仨的好结果谁都得不到。哎，不是，你现在不是得不得得到的问题，你现在是道德问题呀！哎呀妈呀！是啊，爸呀，正好趁我们今天都在，咱就把你的事给解决了。对。两位阿姨，你看咱也是第一次见，咱别站着，来坐坐坐坐坐。大哥，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别客气，坐下，唠吧，坐下唠，孩子。我就想问一下两位阿姨，嗯，你们俩是谁先确定跟我爸的关系的呢？对，你爸也没确定要跟谁呀？哎，那不对呀，刚才已经确定了啊，老刘大哥说跟我了。刘大哥，我只信你说的，你告诉我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大哥动摇了。他
他开的条件实在是太诱人了。刘大哥，你都忘了吗？我逗不逗的三天两头的就往你家跑啊！我给你送米送面，我还给你送温暖，你都忘了吗？哎呀妈呀！我没想到，我爸还是个渣男，还是个老渣男。大梅子，你听大哥说，你现在别激动啊。这事儿呢，咱得从长计议，听见没有？大哥，啥意思啊？要反悔？反悔咋的？你以为大哥能选上你呀？哎呀妈呀，我年轻漂亮，我能让大哥开心，选我咋的呀？哎呀，我也能让大哥开心呢。大哥实在不行，那我给你添点钱。哎呀妈呀，我爸都要上彩礼了，看着没？这是啥事儿啊？爸呀，你说你但凡早点教我两招，我至于现在我单身吗？我呀，你滚一边去吧你！跟我俩打价格战是不？行，大哥，你放心啊。他能给你的我全能给你，哎呀，他不能给你的我还能给你，我在他的价格基础上加一倍，跟我叫号是不是？跟你叫号咋的呀？你再跟我叫一个试试。我就跟你叫号了，你再跟我叫一个。你俩能不能听我说呀？你不要瞎话，你过来，是骡子马咱俩拉出来溜溜。没怕过谁，说实话，没怕谁。今天我就让你怕我，有能力往前来，我往前来了，咋的？来，咋的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。老刘大哥，这单今天我拿定了。不是 你拿定了，这个房子就我给老刘大哥卖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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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，停，我卖，停。卖房子，咋回事啊？你俩是干啥的？我俩，中介，中介啊！你俩是为了争谁给他卖房子打成这样的？卖啥房子呀？你别听他俩说，啥时候卖房子了？啊、是中介，但是他是介绍人的那种的那中介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咋回事？是他呢，开始把他介绍给我了。嗯、啊，他还挺善良，又把他呢介绍给我。我一看这俩女人嘛，就确实属实都不错，但我谁也没相中。哎呀妈，大哥你也太能编码了吧！我俩就是为了卖你这个房子，咋的？把人都搭给你了？大哥呀。你说我俩都相中你了，那我俩得疯啥样啊？谁跟你俩在这扯这个？哎呀妈，这温暖摆上来就这温暖。老刘大哥啊，我今天我就正式的通知你，以后除了卖房子的事儿，你可别联系我啊！我就说你给我下套呢嘛，我这年纪轻轻，还把衣服脱了，这多危险呢！这俩女的我一个都没相中。行了，这小年儿啊，今天咱爷仨在这好好热闹热闹，我去弄俩菜啊。爸，你为啥要卖房子啊？这爸，你说话呀！爸，你有啥事儿你得跟我俩说，你别有啥事儿瞒着我俩。坐下，嗯，不坐，不坐。我有事儿瞒着你俩，是我瞒着你俩吗？是你俩瞒着我吧，闺女啊。你做生意投资失败了吗？把这些年的积蓄你可是都搭进去了，你告诉爸了吗？你不也瞒着我呢吗？你那家我都去了，柜子上摆的全是泡面呢，打开冰箱里边连块肉都没有。你们年轻人觉得这样创业你们能忍受，但你别忘了，你是爸的贴心小棉袄啊，爸受不了啊。还有你儿子，
女朋友让你回家管我要钱买房子，买个大一点的房子，你直接就给回绝了吧。你说怕我难受，怕我这边做不好这个事儿，怕给我添乱，这都是你说的吧？结果呢，你们俩是不是分手了？你告诉爸了吗？你不也是瞒着爸呢吗？你们现在长大了，都学会报喜不报忧了。你们总跟别人说，说是爸把你们一手拉扯大的，现在爸老了，外边的事儿啊就不该让我去管了。但是你们别忘了，我是你们的父亲，既然当了父亲，就没有放下的心。爸，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这事儿我来定，房子必须卖，卖回来的钱分成三份，一份你拿了去创业，那份呢你拿去买房付个首付，剩下这点钱我买个小的一室一厅，够住就行了。爸，刚创业那会儿确实挺难的，但是现在政策越来越好，机会越来越多，我们的产品已经打开销路了，而且现在都有人愿意给我们投资了。爸，虽然我们年轻，但是你要相信我们呢。爸，房子也真不用卖，我跟我女朋友也快复合了，我们俩商量好了，我们俩要一起奋斗买房子，你真不用操心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啥事儿我都跟你说。好啊，爸相信，相信。你们俩呀，都是爸的骄傲。我相信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